我的奥运的记忆当然是在自己的老家，因为当时08年的时候，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看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不是在家用电视看的，而是去我们当时贵阳的那个人民广场。我们那个地方有个特别大的屏幕，然后就在直播着这个开幕式。我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还年轻就当时跟同学们相约一起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是看着那个屏幕，然后我们在广场的人有很多很多人，那具体多少人我不知道，但是非常多人。然后那一下你就发现大家每看到那个画面，大家一起惊呼哇，当看到火炬点燃的时候呢，所有人也是哇，然后看那个包括大脚丫子们哇，所以我对奥运会的记忆就是哇，就真的是很厉害，而且尤其是跟那么多人一起哇，我的记忆很深刻。